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这 x 在这个范围里面呢，要你解这个不等式。首先我们看好这个的话，你把如果把这个看成西塔的话，这可以写成 sin 哦，90度二分之派加西塔，西塔就这个加上 x 减掉四分之派。好，利用那个换角公式。好，换角公式我们晓得 sin 哦，这个二分之派加西塔。好，这跑到第二象限去嘛。哦，还是正的。啊，碰到二分之奇数派的话 ，sin 变 cos 西塔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二分之派减四分之派就四分之派，所以这个是 sin 哦 ，x 加上呢二分之派减四分之派是四分之派嘛。所以事实上这两个是一样的，所以就说哈，这个就变成多少？变成是这两个一样的，所以是两倍的哈。sin x 加上四分之派，啊，这小的等于零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哦，这是西塔嘛？那西塔介于哪个范围？哦 ，x 是二派到零之间嘛，所以啊，西塔就是 x 加上四分之派的话，是介于多少呢？这个加四分之派就是四分之九派啊，啊，大于等于多少呢？加四分之派，啊，这个实际上是等于西塔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就 sin 西塔哈，小于等于零嘛。西塔小于等于零的话呢，西塔哈就是在第三次象限。那三次象限的话呢，这个西塔是介于四分之九派。好，四分之九派的话呢，就是这里啊。四分之派啊，就转一圈，四分之九派啊。哦，角度的话就从这里转到这里来。啊，西塔要小于多少呢？小于这个西塔要在这个三次象限嘛，也就是西塔哈，它小于等于多少呢？小于等于二派，啊，大于等于派啊。那这个西塔是等于 x。加上四分之派，所以 x 呢是小于等于多少？四分之七派，大于等于派减四分之派是四分之三派，这个就是它的解。哦，所以答案是四分之三派到四分之七派。